各位同修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来谈《百孝篇》第十八章，孝顺不分女童。这一章的意思就是说，孝顺父母亲，他是没有分男生或是女生的，只要你是人，你都是父母亲。四个月辛辛苦苦怀胎、生育、养育、长大成人的，所以。身为主女者，要守住忠孝，若能克尽。一个人他呢，能守住这个忠，守这个孝，好，他能做到的，他的立身必合乎于纲常伦理。像这种人，他不敢造次，不敢背离。所以为人主女，若能尽到这种孝道，对国家尽忠，在社会上你所做的工作，你能尽职。你的立身处世、进退应退这一方面，那绝对是没有问题的，一定会合乎纲常伦理，甚至绝对不敢胡作非为来违背这个礼仪。我们现在来谈一个不失君臣之礼啊，这个君臣之礼，除了说以前说的皇上和那个他的部属，现在就像一个公司里面一个主管和一个员工。反正我们每一个人每天所面对的，一定都有君臣之礼，有长官，有部署。在大陆来说的，就是说领导你说了算，嘿，这句话当然这是有比较极前的哈，但是有时候如果整个部署都很听话，说实在的，做起事情来也是很好做。有些事情虽然是透过沟通，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的意见都能相容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真的要靠领导的一句话就可以解决很多的事情。有时候我们谈到说民主是很好但是多少的青春、多少的岁月、多少的事情，就为了这个沟通来影响到他的前进。我就想到以前在做伟大工程的时候，这种情境之下完成的速度相当的快当民主意识抬高之后，反而造成了很多的事情都影响到整个团队的进步、整个社会的进步、整个国家的进步。所以到底这个君臣之礼应该抓到哪个地方是一个标准点，这个也是我们身为现代人值得要去学习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中国大陆这个时候，在这个体制之下，他们一再的完成数据的大工程，都在用钱之下完成的。你看长江三峡的水坝，中国有5000年的文化历史，这个几乎每年黄河泛滥，一出的水灾影响了整个百姓的生活。生民涂炭的地方非常的多，但是一个大气波来完成了一个三峡水坝可以防止的水灾，可以发电，可以灌溉，可以观光很多的地方为什么君臣之礼会谈到这个地方？因为会关系到整个一个团队里面。像目前我们从这基金会我们的体制的建立，说实在的，我常常讲过一句话：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变化赶不上我们整个人领导前的一句话。为什么要谈到这个地方？我等一下会谈到整个后续。在《说谚》的第六卷《傅恩》的这本诗里面，就刘向讲的一个话，他说：“当初赵襄子受困于这个。”晋阳的时候，当然所有的部署都为了这个受困的这件事情，大家非常认真的打拼。后来受困的这个危急的情境已经解围之后，赵襄子就赏有功的这些君臣这些臣子5个人，都在攻打中山国，在攻打赵国，赵襄子被困在这晋阳城的时候。当这个
啊，围困解除之后，江乡主就赏赐了村主有五个人，这五个人对这次受困的用心都很多的，啊，可以说是功臣。但是里面这五个人之外，有一个叫高贺这个人，他没有什么大功，他没有什么大功，但是他受到最好的奖赏。这五个将军都有点不舒服，我们拼死拼活的，我们拼死拼活的卖命的在啊解决这个受困围城之围，结果这一个人也没有做什么大事啊，结果在赏赐的时候他是最多的，结果就这个中间就有一个叫张孟坦的这个啊将军就问这个赵襄子，他说晋阳之中贺无大功，高贺这个人他没有什么大功啊，今日之上赏何也，今天为什么他能得到这么好的奖赏。当张孟坦在启禀赵襄子的时候讲了这件事情，赵襄子就回答，我在受困的时候，高贺他对我的这种礼仪、礼节、尊敬，他都照精诚之礼做出来。你们在座诸位虽然都是有功，但是都带有这种娇气，这种娇气。所以你看，我不奖赏高贺，我要奖赏什么人呢、啊？所以当赵襄子回答这句话之后，孔武主知道这件事之后，他就说了，众女闻之曰，赵襄子可谓善赏士乎了。就是说当你一件事情要奖赏人的时候，他要附带有这种教义的意义存在，就当你人在危难的时候，当你权力受损的时候，当你本身在恶劣环境之下，你就可以国难见忠臣，国难就可以见忠臣。在遭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身边什么人是属于忠臣，什么人才是啊有修养的人，在那种情境之下就能看出来了。孔子就听了这些事之后，他就讲了，赵襄子可以说是最善于赏赐臣子的。赏赐一个人，而天下为人臣者都不敢对他的金上无礼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，是很重要的。好啊，为什么要谈到这一段？很多，当人有功的时候，就很容易骄傲，就很容易骄傲。那人容易骄傲之后，就会失去精神之力。啊，你不能小看一个社会团体也好，一个公司也好，一个国家也好，都没有关系。只要你是一个团体，体制再怎么建立，那完全就要靠大家相处在一起，都是好兄弟、好姐妹，同修之间就是师兄弟、师姐妹。但是办起事情来，一定要有一个阶级，不然当个领导干什么？当个经理要干什么？对不对？当个科长要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有这个职位给他？就是要来引，要他来引导的这个环境，引导的环境。所以一个团队，他未来会不会成功，就看他们里面精诚相处之道有没有礼的存在。如果有，这个团队一定会成功。当你要用员工的时候，你要用部署的时候，你要选拔人才的时候，也是要从这个地方选拔人才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慢慢现在就有人会去观察到